你做的绿，这个是冰山熔岩，加热过了。拒绝焦虑，今天也要像甜品一样甜哦。哇，差点把冰面包给忘了，一口就爆浆。很多层，哇，哦，有点绝，好像冰淇淋。都不放过抹茶脑袋无脑抽，这个赶紧吃，怕它留下来。满满的抹茶奶油，有没有抹茶控的可以？感觉再生啃一块抹茶奶油，这个比重很高。好吃的东西要留到最后吃。有点小，一口就没了一半。甜品吃多了，过来人的经验，一般蛋糕长得奇奇怪怪的，很有特色，不怎么好吃。这个是小牛。哈喽，其实我叫小河马。这两个眼睛根本就咬不动，好像是牛骨奶昔。那我们接受一个派对吧。